感觉不是很怕，这边一个拿绿萝没办法，那一级咱们去搞这两个，这绿萝有这寡妇有一个有两个保姆，没办法呀，哥们儿，你别害人了，因为没死就行。这人是不是魔怔了呀？我其实可以不交闪现的，但是我怕掉状态对不了线被寡妇抓呀。这个赛人好像有点疯狂。哎，我其实有点不想对线这个赛人，赛人玩的有点好，是不是？这个人好像很会对线，这个人。看我能不能玩的好一点。但是玩的没啥毛病啊。好痛。我就知道。但想抓我有难度吧。你知道我在干嘛不？这个 V3 肯定超里面放 W 的。来抓我，我他妈就是欠抓，怎么了？阴阳弱爆。上人刚才朝里面放 Q， 你知道吧？我如果往前走，我被击飞我就没了。我这个盲视野躲 Q， 一般想得到的不多吧？但感觉部分高端玩家还是能想到这个操作的。也没想到的，想到的扣一好吧？就我这波操作，你也想跟我一样的话，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有这种操作，那我只能说啊，咱俩都是高手。奶奶的，线被控住了呀！好烦啊！线被控住的好恶心，确实有点烦人。对不了线的，我毙了。再对线，我要被三人暴杀了。对不过呀，他妈的！强度太高了，这家伙。망설이지마撤了吧，这波线我毙了，整个 TP 还是没问题，瑞文卡了，可惜。这都不用看回放，没什么好看的。可恶的赛恩，赛恩确实对线有点厉害，这英雄强度很高啊。基础操作也能吹，基础操作确实可以吹，没问题。너희들이노력할때난이루어내거든知道我在干嘛的肯定很多，但第一时间跟我一样想法的估计没那么多。有时候就是一瞬间的想法，你第一时间想不到的话，你后面想到了你挪不开了就。这刀只能补一些能补得到的，有些补不到的补不了了。硬补要掉很多东西。刚刚打完的放手一次性尿嘛，上王者再放吧。不上王者也好意思放进行曲是吧？三人加强了伤害嘛，我感觉三人好高啊，暴食迟到，前排兵也尽量不要漏，后排兵可以漏，三人伤害太高了。
啊，不掉血还打我也很痛啊，伤害很高。这这英雄别看他笨逼英雄，伤害比一般坦克都要高很多，他的 Q 技能伤害太他妈恐怖了，真对不了线，下对心要被他爆了。这波只能骗他放个 Q， 看他会不会放 Q 打我。我得撤了，倒是不想露呀。不好打是真的呀，确实不是很好打。还有六级抓不到呀，这是干嘛？他被睡着了吗？没睡着，他下一个六级没有抓的必要了，还好他没被击飞，不然就死了，差点把自己玩死。他伤害慢了，他如果快一点就是我死了，其实他这个伤害太慢了。但是我这没办法，我这点状态你让我打他我怕呀，张哥不惹事也怕事。确实怕，他的 Q 技能是预判呀，跟早点睡年龄大有什么关系啊？他这个 Q 技能很难躲，只能靠走过去预判藏着躲，然后到边缘的时候考虑放要不要放 W， 这些东西都需要博弈的。我跟上我也杀不掉呀，没用，就是没用。不过这波寡妇没闪没大是赚的，寡妇没闪没大他不好抓人，在这三分钟之内寡妇应该做不了什么事。嗓子怎么痒痒？저기학살중입니다。下路不能暴毙，这还能抓人呢？아군이당했어，差不多没大了，没大没闪了。看我往左边走位呀、啊！哎呀，有点烦人。他妈的，没大没闪还能抓这么多人，玩屁呢？这还这下路两个低能，把游戏搞没了呀！下路。还好没放 W， 帅，我得把他爆了。还行，这波吃个一塔很舒服，我跟莉莉娅都起飞了。要 TP 那就不好吃了，这只能再吃两张。黑哥的体力，黑哥都已经一个大件了，他玩个屁！钱不够，好快的师傅，但其实就掉了一层皮，没掉多少血。
快没有用。哎，开车了，开车了，开车了，车来了，车来了。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니차례다마음속이지마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我打不过他，这玩意把我拉扯的头皮发麻。英雄太能扯人了，确实是蛮恶心的，一下都摸不到。没办法，强上期被他给压制住了，这怎么办？打不出破塔的优势，只能慢慢发育了。他拿个冰拳跟我对线，我怎么对啊？这我半点办法没有呀。对面这几个人发育太好了，这把就看莉莉娅能不能 C 了。我应该 C 不了，我没那个能力。剑姬想 C 很难，只能等窗口期待线。想 C 怎么突然这么凶？就得前中心找到节奏点，但剑姬这英雄找不到节奏点，能怎么说？제압되었습니다타피能吃到吗 OK 吃好像没吃到吧，没吃到，吃到是多，是吃多一点，吃多210好像吃到了，早点走去就好了，不用等兵线的。아군이당했습니다黑哥确实是剑姬的玩具啊，但是你看情况呀，有点恶心人呀，这玩意儿。太难找到机会了。哎，玩个技怎么玩，找个机会就等于给机会。找机会等于给机会，哎呀我不想打了，打不了。技。这把别打了，这把真打不了，这把打下去折磨自己。感觉没有打的必要呀，杀不掉人。有个进化的 ADC 怎么杀呀？还有个黑哥，一个赛恩，这他妈两个壮汉保着他打，怎么去切这个 ADC 呀？你快给我点了吧！啊，你快给我点了吧！确实得点了呀。对面的阵容，你给他 AD 玩这么舒服，还玩勾板，确实是不想玩的。金哥是纯爽局，爽上天了，金哥是。哦，好像我感觉有点机会，好像是我没有电竞精神来的。什么情况？这金哥是没有进化吗？那我可以玩玩看，那再玩一会儿吧。那没事，那再玩一会儿。这波可以拿很多资源，小农比塔要舒服吧，让他拿小农算了吧。小农的钱比还原塔要高一点，你看小农是500，还原塔是250，这个右下也快消失了。OK， 一人100，
这个只是一等五十，肯定是一百的关键点。刚哥又在发挥细节了。然后对面两个壮汉，这把玩四一吧，四一 push 偏 win， 好像四一 push 有点说法。那个戴尔线说不定可以玩，可以尝试一下。망설이지마。我又没有坑，我当然有资格让队友劝降呀。但那问题是我怕对面寡妇过来抓我，因为寡妇加一个黑一个或者一个上，应该抓不了我吧？给我个三件套，我就能 C 了。然后我担心正面会给机会给太多，正面确实是个大难题啊。正面堂我也没什么作用，我去正面都去的也就挨打。很难，我真的。这把真随便打呢，感觉你们把游戏想的还简单轻松呢。我感觉不是很轻松啊。保着我打，我输出很高。问题是你保不了，这边爆发也很高。金克森儿，他妈的金克森儿怎么不死呢？别走了，金克斯，留下来吧。哦，翻盘！我操，翻盘怎么说翻盘？大龙不行吧，有寡妇，这个上了二塔，上了二塔挺舒服的。哎，我们怎么四打五打赢的？四打五打赢的有点夸张吧？真可以搞对吧 ？No no， 那就 no 吧。我肯定是要优先破剑者的。嗯，居然能赢啊！这把白捡的分，居然能赢，那假。翻盘送半卡，能翻盘就翻吧，应该现在是五五开的局面了，我估计。这个点估计五五开吧，除非打上打得很臭，这场打应该有机会赢的。我现在不好带线，这边有点需要我的意思。这个线不好带。哎，你他妈的个逼的！这有点离谱了，这一点。
这个 BAD 有点夸张了，开眼了是吧？玩个 EZ 能吃钩子的，确实有东西。太他妈邪了！寡妇估计在那抢人了。我们这边只能去野区打，正面打好像打不过对面。正常打不是对面对手，看着。正常打对面战斗力比我们高很多呀、哎。又开搞了啊！你个逼样的，经典开眼，不过还行。他把单杀了，把黑哥做掉。尼亚机动性还可以，跑不掉。这个减速很强。这什么意思啊？开的好跑吗？好像是的。怎么打呀？现在真的要破炼者吗？我感觉 破炼者真的需要吗？我都好久没带过线了，我都不知道需不需要破炼者。我怕我带线队友正面给机会，真有点怕呀。很多次都这样失之交臂与胜利，有点不敢再线，有点懦弱了。有个逆猫确实这把也好打，逆亚加个猫确实舒服。可以试一下，反正破炼者的配件强度也挺高的，没有关系。刚刚好运气不错呀，我都不知道有这个钱，别算过。我现在带线不好带呀，可以尝试一下。主要我现在发育太差了，我再这样打，我这把游戏发育不良了。这个 EZ 又开始了，再不打，这样打要出事了。不是，这逆力猫也太鸡巴变态了，真的假的？逆力猫，哎，好 OP 啊！这逆力猫，我去带中摆，对方去，我去带中，他们来不及的。哎，猫咪加双杠加的很多嘛，我怎么感觉这力量打不死啊？对面猫咪抗性加的太多了，抗性直接拉满了。感觉金丝大牌还是比较好躲的，撤了 EZ， 别他妈再来 EZ， 确实有点板 EZ。 哎，还好是妮妮啊，换任何一个 AP 大家都不好赢啊。这把莉莉亚伤害是真高啊，这版本莉莉亚太强了，强的恐怖。那么现在金克斯不来抓我，应该抓不了我，比较怕金克斯抓我。只要金克斯不露头，我就不会过去。金克斯一般跟锤子站在一块，所以这波应该没有人在。竞技无论什么局势都要担待，不然的话发育跟不上呀，发育太差了是关键。
这真得是火焰者，正面是拉扯的，正面阵容很明显拉扯，如果硬打莉莉娅被控死是真有可能会输游戏的。如果玩拉扯，对面坦克第一时间开不了团，打不了控制，莉莉娅反而还是比较安全，可以这么理解吧。后面几个应该不会抓我，主要他没露头，我不想出去，露头了我就出去了。这屌毛，只能说很有意思。结束了，为什么上分的时候这么顺？